昨天剩了一点米和洗过的菜，没有吃掉的。冰箱里正好还有一点肥牛，所以今天打算做一个肥牛泡饭。好了，先把这些菜都切成小片。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做，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就凭我平时在店里吃过的或者看过的图片的想象一下可以怎么做吧。然后再切一点大蒜和姜，加一点点味道在里面。把这个肥牛给用水焯一下，去一下那个沫，加一点料，腌一下。先把这个切好的调料先炒一下再做。点点西红柿，就是正好家里有，我觉得补充一点维生素，然后再把这个腌好的牛肉、肥牛给放进去。起锅的时候再加一点点葱。好啦，我的 freestyle 的肥牛泡饭就做好了。